两年七月，韩庚率 Super Junior M 回归鲁豫现场。我现在很紧张。你不要紧张，韩庚知道我不吓人。我比你现在还紧张。啊，低头头拉脖子，马拉脖子。你也紧张啊？青春过往化作笑谈。你们俩在说什么，韩庚？他悄悄跟我，他悄悄跟我说，现在他老了怎么说？我也考的没有那么不好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所以嘛，我的妈妈每天都哎在骂我。魔鬼训练刻骨铭心。卢有约，当红组合 Super Junior M 讲述他们最初的梦想。